各位网友大家好啊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数据税啊，因为寻日就传咗出嚟咧，中国政府就考虑向一啲大型嘅平台啊、科技公司咧就抽取个数据税。咁对于呢样嘢，其实我就唔系好惊讶咯，因为之前我拍过好多集，我就讲话真名啦。就是阿里巴巴的參謀長，其實他已經寫了一本書出來，他說你不要看阿里巴巴是一間電商公司，如果你用電商公司角度去看的時候，你就會看低了這間公司，他說他是一間數據公司。這個東西他們的概念就非常之超前，因為擁有數據就等同以前擁有資產一樣。咁啊，好坦白講啊，資產好多都會抽税啦，即係啲地產啊、樓啊、樓房啊嗰啲咪抽税，呢個係好正常。因為數據係一啲叫做虛擬嘅嘢啦、抽象嘅嘢啦、睇唔見啦、摸唔到啦，咁人就唔會覺得係資產。咁之前阿里巴巴嘅首席執行嘅參謀長已經講俾你聽，佢係一間數據公司嘅資產嚟。咁呢咁十幾二十年嚟咧，稅務啦同埋法規咧追唔上數據公司咧或者係呢啲科網公司嗰個發展，咁啊形成咗科網公司有一個特性嘅，就係贏家通吃啦、寡頭壟斷啦，係咁。咁啊，佢要去定立一啲科技税，我就唔會覺得係奇怪嘅一件事咯。咁啊，我覺得有一個好清晰講點樣去抽呢一個税，抽幾多？我覺得定咗個遊戲規則，我覺得未嘗唔係一件好事。抽咗嘅税，再俾政府做呢個二次分配、三次分配，我覺得對其他商家亦都係好，反壟斷法亦都對其他商家都係好，因為以前呢啲巨無霸企業佢哋。真真正正令到好多中小企業更加難做生意啦。咁有呢啲法例咧，反而對其他公司咧係少少公平。咁我覺得冇辦法，一個如果成個世界執埋得兩三個企業係賺曬嘅時候咧，個問題會係出現好多唔係經濟上嘅問題，而係一啲政治上啊社會穩定嘅問題咯。今日想講嘅科技税就到呢度啦，有咩可以留言大家傾一傾嘅，拜拜。